大家好，这里是正播天空新闻台连生活佛文经网络读书会直播，今天是第1518集的播出哦。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咕噜咕列佛母的心咒，祈请根本传承大家值，同时我们做读书会的直播分享。嗡咕噜咕列吹里抓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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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m Guru Gure Tridi Swaha 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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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uru Gure Tridi Swaha Guru Gure Tridi Swaha Om Guru Gure Om Guru Gure Tridi Swa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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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m Guru Gure Guru Gure Om Guru Gure Tridi Swa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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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m Guru Gure Guru Gure Om Guru Gure Tridi Swaha Om Guru Gure Tridi Swaha Om Guru
噜咕咧吹哩唰哈，唵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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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噜咕咧吹哩唰哈。唵咕噜咕咧吹哩唰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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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唵咕噜咕咧吹哩唰哈。唵咕噜咕咧吹哩唰，唵咕噜咕咧吹哩唰哈。唵咕噜咕咧咕噜咕咧，唵咕噜咕咧吹哩唰哈。唵咕噜咕咧吹哩唰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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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唵咕噜咕咧吹哩唰哈。唵咕噜咕咧吹哩唰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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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唵咕噜咕咧吹哩唰哈。唵咕噜咕咧吹哩唰哈，唵咕噜咕咧吹哩唰哈，唵咕噜咕咧吹哩唰哈，唵咕噜咕咧吹哩唰哈。唵咕噜咕咧吹哩唰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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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唵咕噜咕咧吹哩唰哈。唵咕噜咕咧吹哩唰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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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唵咕噜咕咧吹哩唰哈。唵咕噜咕咧吹哩唰哈，唵咕噜咕咧吹哩唰哈。我们看看现场同门林永卫、尤美赖、李芬、汪木泽、邱素慧、Editra 何建宏，哇 ，Spiderdan 林永卫、孙君卷啊、侯威旺、洪淑慧、谢大佛、阿贝令、张欧川、袁哈秀。还有杨天明、KOE 王国慧，还有云哈秀，好，林大伟、王月英、王木易、钟小兰、季珍，还有古方之、邱风亮，哎，有感受到咕噜咕咧佛母加持的，麻烦留言加一哦。好，还有安琪儿，我来奉请咕噜咕咧佛母。唵咕噜咕咧吹哩唰哈，唵咕噜咕咧吹哩唰哈，
嗡咕噜咕咧吹哩嗦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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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嗡咕噜咕咧吹哩嗦哈。Om Guru Guru Shri Di Swaha 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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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uru Guru Shri Di Swaha奉请咕噜咕列佛母。嗡咕噜咕列吹哩嗦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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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嗡咕噜咕列吹哩嗦哈。Om Guru Guru Shri Di Swaha 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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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uru Guru Shri Di Swaha哇，星期五的晚上，我们是礼拜五的早上，现在是5:37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真末天空新闻台，看看现场的同门 Lisa Jane、Linda Liu、汪木泽加一、以心、Angie Cho、黄佩文加一、Linda Liu 加一，还有七珍加一、阿丹丽、焦波，听了心很清净哦。修金卷加一，还有朱一梅、林波夏，好，袁哈秀、刘春梅，那立冬代加一、陈凤美，那叶美琴、王玉志、加波加一，确认喽。洪淑慧加一、王木一加一、杨天明加一、古芳姿、秋风六、尤美赖加一、安琪儿啊，加波、王国慧加一。
好，还有这个李佩珊，家宝，你生日吗？大家生日快乐哦 ，Melodus 哦，哎，什么叫人日啊？大家都在庆祝人日，哦，人的生日吗？李佩珊，还有萧秋妹。丽玲加一 ，Julia Jen， 还有Annie 嘿加一，啊，丹 B B D N E， Annie，Julia Jen， 还有这兄妹李佩莎，以及今天是我生日吗？没有啊，我生日是在这个跟姚氏继母同一天的啊，对不对？好。昨天吃饭的时候，晚餐我跟师尊师母报告新闻，他们两个吃得很开心。我坐上主桌，然后就说：“师尊，今天旺旺新闻台叫我来播报，正佛天空新闻台。”所以在那边笑，播报新闻一则接一则。那昨天有马来西亚的弟子开始供餐了，因为快要面临大法会了。那你们有没有看到师尊的最新可爱照片，佛祖照片？哇，我为大家拍下来的嘞，看看，哇，已经多少个人按赞哦？有大概有哇700多个人按赞，你看看师尊的照片，是不是很帅很可爱？很多同门都说，哇，师尊的照片怎么那么可爱？师尊戴这个帽帽是什么小帽帽？佛祖照片。佛祖帽，有没有看到？非常的可爱，对不对？哇，师尊的佛祖帽，师母说不要戴绿色，别戴绿帽。师母很会开玩笑哦。好，陈清美 ，Annie， 第一次看到你留言哦。Low Kelly， 西美罗，加波黄，花太郎加一。好，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新的一本文集，叫做无形之通。我们吃饭吃完了会有形之通上厕所，但是呢我们的心灵有无形之通。无形之通呢就是让你的心灵开始产生了变化，你不会再像以前的思考思维走到死胡同。你会发现从无形之通呢会发现有新的世界。昨天我跟师尊讲，师尊我每次直播同门都看到后面这个话，师尊的话同门说很喜欢，师尊可不可以卖？师尊说可以啊。可不可以请了、啊、不是卖，可不可以请？可以。我想说师尊请了你这边不就空了一块吗？但是真佛密院现在我是在真佛密院，其实问世房的沿路的走廊都有一些卦象哈、哦。那如果你想要的话，可以跟真佛博瑞藏联络。不过师尊最近的真迹话呢，很多同门都跟我联络了，哇，最近有6个，我看师尊会忙不过来哦。反正怎么样，无论如何，如果有什么事情，可以私底下跟我联络啊、哦。好，廖金禅师姐又没来 ，Why again？那今天呢介绍无形之通这本书是从西雅图雷藏寺的图书馆拿出来的，你看看还有编号，这边有编号表示不可以偷拿。嘿嘿、哦、早期的祥勤出版社，我还跟那个西雅图雷藏寺的住持莲英上师报告一下咯。那第一篇呢跟大家介绍我究竟是谁，我不就是莲花慧君吗？师尊不就是师尊吗？可是第一篇他写师尊究竟是谁，我就是竟是谁，为什么师尊会这么写呢？哇，谢谢何建宏贴出来了那我们来看看我究竟是谁，我是谁，我究竟是谁。在过去反反复复的研究自己，我问我自己，你们有没有常常这样子问自己啊？对不对？何建宏你是谁？吴小芳你是谁？林慧君是谁？王国辉是谁？花太郎是谁？有没有常常去问自己我到底是谁？但是我们师尊问了，为什么？明明很简单嘛，老师上课王慧君我就举手啊、哦，师尊叫慧君慧君上师胖。我说师尊你怎么每次都这样子，我马上就会回应的。可是为什么还要这一问？明明知道的事情为什么还要这样子问呢？不问
不清楚，问了才清楚。原来呢，这个禅师呢，这个一问，然后你说的妄念就断掉了，就停留在这个问，对不对？嘿，然后另外呢，就是思考自己的人生，知道自己是暂时的，然后呢，在想这一生你所经历的事情，一幕一幕的过去，到现在我已经是60岁了，现在是80岁了。我跟师尊差20岁20年两个月，那在这段时间自己做过了哪些，那零零总总，嘿，到最后自己是谁，我们来看看哦。所以说卢胜彦是什么呢？他是一个商人吗？是一个生意人吗？哦，原来师尊在初中的时候读过商业概论，学过簿记，嘿，簿记是什么？簿子记录，簿记。小时候卖过冰棒，李亚腾，你可以看《圆顶的神师》这本书，有写到他是一个商人。那卢师尊是一个工人吗？一个黑手工人吗？哇，原来师尊在高中的时候有打工哦。那他读铸工科，在台积做过事，在台电扛过很高很重的电线杆出火，他是一个黑手工人。师尊又是什么呢？是个工程师吗？对不对？他在念大学读了测量连测量工程师哦，在大学时代学习测量工程，大地测量、地形测量、航空测量、制图测量，实际参与的测量工程竟然高达十年之久。到师尊毕业之后，学弟还在学测量的时候学不通，还亲自来拜访师尊，请问师尊，师尊是测量里面的最精华的，学到最精的。我们师尊不学则已，一学就是非常的精，非常专，可见师尊的专一的程度非常的厉害。好，师尊是一个职业军人吗？对啊，他是中正理工学院啊测量系毕业，在军校4年4个月，毕业之后又服役军官10年，由校尉升到少校，然后再从少校退伍。所以呢，师尊当过军人，他的生活常常就是非常的严明纪律，那就是数十年如一日，哎，固定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，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，有军人纪律的风范。一个人的成功不是他靠他有钱，是靠他自己的纪律，自己规范，能够自我规范的人他成功率比较大。所以每天写书，每天作画，那每天也是问事哦，连大年初一都问事。你看看一个人的纪律越严明，你不要要求别人，只要求自己。有的人要求不了自己，专门的要求别人，嘿嘿嘿，结果很惨，对不对？嘿，得到别人的那个很生气。但是自我要求就是最高尚的。好，是一个诗人吗？对呀，诗人写现代诗，也写古诗，写记，写律诗，写绝句。他的第一本文集叫做《淡烟集》。诗人是一名作家吗？当然是啊，当过记者、编辑，写过小说、散文诗，著作非常的丰富，到今天将近300本的文集。那有一天师尊讲300本文集够了够了够了，我们说还不够还不够，师尊说好，继续写。好，卢胜彦啊，师尊是一名作家，哎，算命家嘛，哎，师尊学过哦，他研究过紫平、紫微斗数、八字、面相、手相，好，会官气，会奇门遁甲，大小六刃，最神奇的是灵机神算。一神算啊，那耳朵会会动的哦。那师尊是一名地理仙吗？哎，又对了哦。他学过三元三合九星玄空红泛行星等阴阳宅地理堪舆法，他的师尊的风水地理堪称一绝。哎，你们想想看，当一位法王、祖师、创办人，竟然有这么多的经历，竟然有这么多的学问。哇，当祖师不容易哦。师尊还有什么？他是基督教的主日学老师，然后呢，他有是道长，叫做玄鹤道长吧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。还有佛教的法师，剃发出家。那卢师尊是和尚吗？对，现在是一个
道道地地的出家人，那是真佛宗的宗主吗？也对啊，真佛宗的创办人人莲生活佛卢师尊。那卢师尊是谁？是谁？是谁？那你看看我从刚刚介绍的，从小到大，从年轻到现在，师尊经历了多少？但是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卢师尊？是的，他什么都是啊，是的，这样的一个人。那卢师尊呢？哎，究竟是谁？还在问自己到底是谁呢？好，看他们 Chris Lee 何建宏、黄凤涛，还有外联购陈凤梅、Lisa Jen。今天我存在，他招是我是谁？人生如梦幻，醒来无影踪。哎，花太郎忘记是谁？关端地、林慧晶、吴小芳、廖金蝉，大家都回答得很好。我就给尤美赖、罗凯莉。好，我们再来看，那卢师尊到底是谁？我是谁？现在我要静静的静坐下来，好好的沉思。过去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现在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我走过了很长很远的路，我追寻了太多，我经历了一箩筐，我有繁星般而复杂的幻想。现在我将全部收集起来，用个布把过去的那弄个布包把它包裹起来，嘿，然后抛向大海，把过去都丢掉了。逐波而去，沉入最深的海底，永不再出现。我要变成一，我要化为零。哇，这两句话我觉得是太震撼了。什么叫做变成一？师尊，很多很多师尊的，小的卢师尊，少年的卢师尊，中年的卢师尊，到现在卢师尊，全部变成一个卢师尊，变成一位真佛，变为一。一位化为虎，无还回宇宙意识，这个是正道讲的话。好，那师尊在读经典的时候，读到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中有一位叫做离婆多啊，那个故事我觉得非常震撼啊。离开的离，阿婆的婆，多少的多。离婆多他经历了什么呢？有一次他在一个地方在静坐，看到两个小鬼。两个小鬼呢在争来争去哦，两个小鬼，有大鬼有小鬼，然后呢他们拿着一个尸体，一个死人的尸体，鬼要吃死人的尸体。然后呢，哇，这个他们呢因为呢分不公平，大鬼说我比较大我要吃多，小鬼说我比较小但是我也要吃多，哇，两个在争，请离婆多来裁判，嘿，谁是这个谁是对的。然后呢，哎，小鬼姐啊，我背着尸体哦，这个背背背，所以呢，应该我吃。大鬼一生气就把，就把这个，这个离婆多的手，我说过是请人家裁判，结果呢，争不过人家，大鬼争不过人家，就拿人家离婆多的手脚拿来吃。哇，吃了之后呢，离婆多也愣住了。因为他在禅定，小鬼呢赶快拿尸体的手脚要把它安上去，大鬼呢又气不过，拿离婆多的头也拿来吃，在吃，小鬼呢又拿死尸体的头帮离婆多接下去。好，如此以来，大鬼把离婆多的身体、手脚、身体一块块拿下来拿来吃，但是小鬼呢又把这个死尸体的身上的肉啊，各个肢节又回复到离婆多，这样一猜一拿，一猜一拿，一猜一拿，到底离婆多说啊，我到底是谁？这个故事让师尊非常的震撼的。那他从此他禅定之后，看了这个像之后，他离婆多心里很烦恼，哇，究竟身体是谁？如果是我的话，他猜我，我又感觉；如果不是我的话，又跟着自己走。到底我是谁？我是谁？遇到了释迦牟尼佛的徒弟，一看，哇，这个人很好度化，引荐到释迦牟尼佛。那离婆多就问释迦牟尼佛：“我到底是谁？”对不对？他在问的时候，之前没有人能够回答，人家说是神经病，你就是你嘛，你要问你是谁？但是呢，当他遇到了我们最伟大的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哇，那我究竟是谁？佛陀讲，你自己的这个身体本身就是别人的遗体，
别人遗留下来的身体啊，就是你的身就是别人的遗体，哇，不是自己所有的。尼波多一听佛的开示，马上开悟。那个佛问尼波多说：“你悟得了什么？”他讲：“我看到世间一切人的身体都是父母的遗体，没有错，爸爸的 DNA、母亲的 DNA 结合起来成为受精卵，慢慢长大，也是父母亲的遗体。”这个时候呢，佛见到了尼波多，开悟了，给他的一个名字叫做假和合。那么就是佛呢就告诉他，人间的这些地水火风，身体的肉血肉骨头是地，我们身体的水分眼泪大小便尿液血液是水，我们的呼吸是风，那温度是火，对不对？人体四肢转动呼吸啊，风大是这个是风，那反正人的身体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，哇，所以呢这个四名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假合合。这三段经文它的大意就是身体都被吃光了，换了一个替代之身，就我究竟是谁，身体被这个是父母所遗留下来的地水火风四大遗假合的，我是谁，真我又在哪里。我们现在是我们的真我的灵魂住在这个假我的身体，然后用真我来看假我是谁。所以大家呢讲说，哇，这个同门都讲说是根本就没有这个假合合，对不对？如何观，现在是如何去观照，如何理解，大家都知道是假我，可是你如何修，如何观照，你有没有去观不净观，有没有去观白骨观，对不对？身体有没有观一一之解，这个最为重要了。所以师尊从思维中醒悟过来，坐在光明的圆光之中，使你悟道，对不对？那真我住在假我身体，但是呢真我很久不变，恒常不变，我就是佛，我就是真佛，无我就是佛。嘿，因为这个假我，对不对？我们地水火风时间到了，我们这个身体就丢掉，对不对？那留下了一个真佛，留下了一个真正的我，那真正的我也等于无我。嘿，因为只是报身佛是这个莲花童子，但是应身佛法身到处都在，那应身佛无我。嘿，那无我就是佛，无我就是等于虚空，还回宇宙意识了。好，在师尊说，我的肉眼看世间的一切没有一样是我的，这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无常而变化的，实在是没有一个。我在坐忘之中明白卢师尊并不存在，过去不存在，现在不存在，未来也不存在。所谓卢师尊不即非卢师尊就是卢师尊。好，你看了这段经文，你有没有想到金刚经，对不对？所谓佛身非佛身就是佛身，为什么非佛身，你现在明白了吗？对不对？人家是这样子关照的，供我们学习。刚好同门都按赞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故事很棒，谢谢师尊的教导。好 ，Andy Frank、莲花明智、曾银月，还有这个有没来？我是谁？我是莲花童子啊！这是报身佛，报身佛的境界。Chris Lee、黄风涛、陈凤梅，好，下一篇呢？我们人都喜欢成功，不喜欢失败。从小老师讲要成功，要成功，不要失败。但是卢师尊呢，他却讲我最喜欢的两个字就是什么？失败。我就是喜欢失败。到底我们卢师尊为什么喜欢失败呢？我们来念这个。他说：自古以来，人类最向往的就是功成名就，哇，成立了大事业、大财团。这个事业很成功，做人很成功啊，赚钱很成功，对不对？政治人物很成功，当选很成功。可是师尊最向往的却是失败哦。功成名就这四个字让人挤破脑袋。老师从小给我们教导，
要对国家社会做一个有用的人，要成功不可失败，要成功不可失败，要做一个世界上有成就的人，最成功的人物。嘿，最近呢，台湾有一个姓陈的律师得了罕见疾病，一生之中都对罕见疾病，被这个罕见疾病折磨。诶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只剩下全身只能坐在椅子上不能动，只有眼睛稍微动，嘴巴动，哎，舌头动，你身体只有这样子，你会不会啊觉得了无生趣啊？可是他居然是学霸，读到哈佛大学毕业，而且获得很多的奖，学历也是都拿名列前茅，他竟然能够逆天改命。那这个人身体这个瘫痪，那个是他自己的因果业报，可是他的心没有瘫痪。很多人活着好好的，心就瘫痪，心一瘫痪玩游戏，心一瘫痪自暴自弃，心一瘫痪什么都乱玩，什么都乱做，财色名食睡犯戒，那个就是心灵瘫痪。真正没有瘫痪的，哎，就是你在遇到任何的环境，任何的逆境，自己还能够奋斗，嘿，不把成功失败当成一回事。所以这篇呢，师尊讲说我最喜欢失败，师尊是不把成功失败当成一回事，甚至把自己就看成失败也没有关系，让人家成功也没有关系，不用去争这个成功的名字是什么。好，所以师尊讲，然而我却喜欢失败，当我说出喜欢失败，欣赏失败，尊重失败的时候，大家一片哗然，怎么有个人喜欢失败呢？认为师尊标新立异，与众不同。是的，至今师尊说我还没有承认自己成功，难道成了正佛宗的宗主就成功吗？很会问世度众生就成功吗？他不认为这些都是成功的，师尊任何一个都是成功于我们之上。哎，越有内涵的人越不认为自己有什么，越没有内涵的人越拼命表现自己有什么。所以你看到有些人很喜欢表现，就知道说自己他的内涵怎么样了。不过众生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，如果他有优点是超越我们的，我们自己应当要虚心学习了。所以诗人说，我认为现在的我是失败，完全的失败，我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毫无一用，最是鲁钝的失败者。哇，你可以看看我们的师尊，这不是谦虚哦，是虚怀若谷。这又是代表什么？他根本不在乎什么叫做成功。我渐渐的发觉，原来外表的成功其实是失败。好，请仔细体会师尊的这一句话，什么叫做外表的成功其实是真正的失败。我发觉了成功就失败的道理，成功你会变得一无所有，一贫如洗，空无一物。为什么？什么东西是你的？既然东西不是你的，你不是一个失败者吗？你最后走到人生的尽头，你的身体是你的吗？也不是。既然不是你的，那成功什么？对不对？你也不能带着董事长的名位那往生，你也没有办法带着你现在的成就，田园房屋汽车，然后就往生了，完全都凭功德。既然带不走，不就是一个失败者吗？师尊静坐沉思，原来成功自满就是失败。有的人非常的有钱，但是鼻子长在眼睛，眼睛长在头上，哈，嘿嘿嘿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所以呢，成功自满就是失败，反而常常存着失败的心，才会很踏踏实实的往前进。师尊说，我联想起来当年老师父常常教导师尊的一句话，什么话呢？做好每一件小事就是做大事。那师尊说，现在我领悟到，常常存失败的心去做好每一件小事，不要期望成功。但是不要期望成功，认为自己失败会不会自卑？
会不会觉得自己一蹶不振呢？反正我是失败者，就放任他去，不会，还是继续努力。所以呢，能够承认失败还有继续努力的，那就是一个真正最殊胜的胜利者，只是不执着成功胜利这个名词而已，不执着这个境界。师尊说，我在禅定的圆形的光中升起来，他才发现天才、疯子、学霸，对不对？什么都很聪明，但是呢是一个疯子哦。哇，聪明就是笨蛋，刚强就是烦恼，成功就是失败，很多东西是相对的。大家都喜欢聪明、刚强，哇，这个天才，对不对？可是世人看他们就是笨蛋、烦恼。好，我承认我现在已经是无为而为，无所为而为，不是为了做什么事情而去做的，一切都无所谓啊，一切不用怕，一切无所畏惧。我已经无我，也没有所要强求的，也无欲无求。那在上位呢？上面的职位居上也无所谓，居下也无所谓。所以师尊曾经在加拿大从法座下来跟众生顶礼，师尊问说为什么要顶礼，那这个旁边的侍者讲平等性质，没有错，对不对？那谁是上位者，谁是下位者，全部都是佛性平等，这只有师尊示范让我们知道了。好，所以呢他无我也无欲无求，居上居下都不要紧，我虚空一片，我随缘自然。这算是成功吗？去他的，这是失败吗？真是的啊。那在下一段师尊说，我常常在想我是失败者，所以从来就不会自满，从来就不会骄傲，从来不会觉得自己成就什么，努力去做从事每一件的小事，积极的去进行。那所以说我常常想，我是失败者，心中常存柔弱谦卑的心，毫无傲气的刚强。那所以失败者自居，才能自心的妄动，制服降服自己内心。如果认为自己很了不起，你会看不起人，你会觉得这个事情呢自己很容易去做，别人做这个做不到，自己才做得到，那个心就很狂，有没有？有的人讲话很狂很乱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都不只是失败者。我昨天看你跟师兄报告一个新闻，有一个人老人家六十几岁，去一个餐厅，那餐厅呢叫自助餐，外面有很多葱，他就拿了很多葱，后面人在排队他也要拿葱，一看前面那个拿葱那么多，真的是太冲动了。那个青葱的葱太冲动了，就把那个人骂了一下，把那老人骂一下。那老人说：“这个放在外面嘛，给大家拿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我为什么不可以拿那么多？哇，两个在吵架，走去外面又吵了。后来两个我打你，你打我。后来到警察局互相控诉伤害收场。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理所当然，理所当然我可以拿那么多，理所当然你不可以拿那么多。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，那很好笑。所以呢，学一个失败者，不用该拿的就拿，不要超过。但是万一有人做了不合规矩的超过的，你也不用太在意，那是他的因缘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那个心才不会妄动咯。好，所以说我常想，我是失败者，就算是有一点小小的成果，也不会太高兴。我还很高兴，是说我读书会做了1500多集，当然我还没跟师尊讲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如果读书会直播没有师尊的加持，没有诸佛菩萨的加持，没有大家的支持，慧君你做什么读书会没有人看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是一合相共同完成这个读书会，做了5、6年是共同完成的，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所以有什么好骄傲的，对不对？有什么好得意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一点点小小的成果也不会很高兴，就算一无所有也不会很担忧。
早上吃了半碗泡面，还是要有，一无所有就乞丐了，我会担忧。所以说他不会担忧，真的太厉害了，我甘拜下风。成功者会害怕失去，失败者永远不害怕失去。哎，也对哦。那这个台湾啊，或者是美国，或者世界各地，大家都希望自己家庭和乐。写信到西雅图的那来信的人都说：“师尊，请你加持我，我们家人口平安。”他也没求什么，就求人口平安，还有家的需求，这个是无可厚非的。如果你看看那个以色列跟巴基斯坦，对不对？他们那个什么族的战争，你看看在战争战火炮声隆隆之下，哪有一个完整的家庭？家庭都破碎了，爸爸妈妈走了，或者爸爸妈妈在，子女走了，那个家都很破碎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如果想到说，原来本来就是一无所有，你来这个世界就是一无所有，走的时候也是一无所有，会不会比较释然哦？所以呢，你看家里的人只要走了一个都非常非常的伤心，非常的难过，对不对？师尊现在千艘法船还在为这个以巴战争的受伤罹难者所超度，嘿，那这个超度的人也要那个一心不乱，然后要有功德才能够得到千艘法船的超度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心灵很重要，哎，所以你看看无形之通，从第一篇到介绍到这篇，对不对？谁是才是我？我是谁？然后呢？我喜欢失败两个字，哎，从我开始探讨，是我探讨这个我，所以我，哎，你讲无我，我是空，那你怎么探讨这中间的路？你是怎么走的？你是怎么关照的？你回答得出来吗？如果回答得不出来，你只是食古人的牙慧哦。哎，不过呢，能够懂食古人的牙慧，我觉得你也是很不容易，至少你比别人还懂那么一些。但是你要不要更加的深入，更加的按照师尊的思绪啊？那按照师尊的文字来让你知道，去明白为什么我喜欢失败，为什么我要问自己是谁。原来它当中有一些思维的程序，所以无形之通这本书在教导我们人，不是聪明也不是笨，而是你懂得思维，懂得观察，然后呢，越观察越无我，越观察越觉得真理的所在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我们再讲回来哦，一点点成果也不用高兴，一无所有也不用担心。成功者会害怕失去，失败者永远不会害怕失去。嘿，如果有一天真的你必须失去的时候，你要如何面对？这个问你这个问题了。好，所以说我常想，我是失败者，所以未来的失败是理所当然的，一点也不用惊奇，也不用害怕。好。但是假如立了什么，那也是天命了，嘿，就是他成功了什么，那也是他的命运了。你看师尊五十岁学画，到现在每天都一幅画，一幅墨宝，你看看这种人的精进哦。所以呢，师尊的画册应该可以出好多本好多本了。所以说我常常想，我是失败者，因为没有得失之心。失败者是努力做好每一件小事，至于成不成，去他的吧，不去求，不去理会，不用管，也不用去想。成功者的娇气跟多欲我都没有，我这位失败者将来就要隐居了，将来就要消失在地球上了，如风如云，就像龙一样。我们看翻开下一页，嘿嘿、哦、好，如风如云如龙，之所终于最后还是化成空。我是成功吗？去他的吧，我才是失败者。好，你们看看这两篇文章是不是很棒棒啊？我们这个我们感谢师尊，今天的音效没有拿出来。我们掌声鼓励，谢谢师尊给我的教导。看看同门啊，带去化莲花培向吴秀吉、黄香玲、玄一、一令啊，人日快乐！
好，你有个朋友也是这样啊。好，雨欣啊，黄小娟、陈定国，哎，那 Dexter， 哇，你迟到，刚做完功课，哎，好，所以呢，谢谢你上来哦，新加坡同门啊，罗丽华啊，何建宏啊，心仪，还有乖连蛋啊，李瑞珍、曾宁月、莲花明志、Andy Frong， 嗯，优美来。好，还有这个已经人生失败也是一件好事哦，嘿，但是失败不是叫你偷懒，不是叫你懒散懒惰，哦，反正我失败嘛，那我就懒惰嘛，我就赖皮嘛，啊，不是，失败反而要你奋发，嘿，那只是叫你说不要去太执着成功的意思，还是让你继续做好每一件事情。好，今天呢，哇，还剩一些时间了，跟大家介绍密教智慧戒，今天要讲天色身其他的补充资料。好，我觉得这个你看到密教智慧戒不一定你每一段都明白，但是你读了密教智慧戒，至少你知道密教的理趣在哪里呢？好，那这个我们讲到说上个昨天前天介绍到如何修天色身，对不对？那修了天色身，你的脸，你的身形就会像天人一样，至少来世会很漂亮。啊，修了天色身就是在庄严，向好庄严。天色身呢，天上的天，颜色的色，身体的身，天色身才会有。你修了天色身的因，才有天色身的果。所以呢，我介绍了修天色身，我每天也在观想。哇，前面有一个五色云，吸了五色云的气，然后呢，再把这个五色云的气呢灌顶，你头顶有个五色云的气，上面有天，有宫殿，有一个祖尊，好，灌顶这个祖尊，然后呢，念他的心咒。当然，你修这个天色身的法，要求师尊摇灌顶。上次有跟大家介绍过了。好，那修了天色身的因，才有向好庄严的果。没有修这个因，就不能有向好庄严的果。嘿，那所以呢，这个宗喀巴大师有鼓励大家修天瑜伽。那这个因为呢，你专修空性的话，果位不免堕落到极灭边，什么都是空的。上个礼拜天师尊讲，我礼拜六讲的是空性，那礼拜天讲的是有真空妙有，要真空也要妙有，但是真空呢，一直修空也会有断灭，对不对？什么都空。身也空，词也空，财也空，色也空，什么都空空，最后自己都空空。还要不要忘记还有妙有？你明白了空，明白了宇宙的本体，你自己要去实践，然后要去普度众生，你要去帮助众生。你明白了理论，你还要去实践你所明白的理论。那空性像什么呢？师尊讲空性就像空气中的电，空气中充满电，但是你要有灯管，对不对？你说霓虹灯很闪亮，是因为它有灯管，有接电线，哇，它会闪闪闪。不然只有电没有灯管，你看不到电，你看不到电灯。像我现在直播上面都还有电灯，如果呢只有空，只有电，对不对？但是没有电灯也没办法照亮，齁。所以呢，空性也要什么妙有，意思就是这样。那么呢，讲到说空性本身在极灭里是不显现的。空性你说电能够显现吗？没有办法，一定要妙有才能够显现空性的能量，它的真量。所以只有诸天的天色身才能够显现。所以呢，我们讲如来的空性是极灭的，但是由于有三十二相才能够显现空性，要这个你说如来他证悟空性，证悟佛，他怎么显现？他用三十二相显现，比如说他有广长舌，嘿，那干木澄清四大海，嘿嘿，有三十二相。那没有天色身的因，就没有三十二相的果，嘿，
那这个天上也是最清净的地方，没有诸天，没有办法显现四圣界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我们人再来就是天，天有三界天，有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再上来呢，罗汉、声闻、缘觉、菩萨，然后再来佛，没有这些中间的天，没有办法显现四圣界，意思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在因果方面，虽然有讲在加拿大。听到一个传说，一个 baby 生出来嘴巴含着一个钻石，为什么含着一个钻石？我也是第一次听到的哦。那有一个灵媒讲，她前世是一个皇后，很喜欢宝石。还有呢，《红楼梦》哎，那个贾宝玉，贾宝玉为什么叫贾宝玉？原来女娲哎，曹雪芹写的，女娲补天的时候，补到最后多了一块石头，那块石口头了。就留着，但是接受日月精华之后，就出现了贾宝玉，就化为贾宝玉。还有金陵十二钗，那个林黛玉为什么叫林黛玉？她带着玉过来的。不过呢，这个都是因果，这个就是传说，人家写小说的。师尊转世呢，有带着什么白色的天衣？师尊出生的时候呢，哇，那个产婆怎么讲？说那个师尊生下来身上裹着一个白色的膜，那必须要用油慢慢的洗，把这个白色的膜去除了。嘿，其实师尊是带着白色的天衣来，所以呢，师尊是带着天色身来的。你看师尊的相还是很帅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来配天色身三十二相，才相好庄严。那师尊当中有讲到有一个法师。曾经见过一个法师，一出生一半脸是红的，一半脸是白的，到了三年之后才退去。师尊有看到，这个法师的因果是什么？嘿，但是呢，那个再讲到如来的三十二相，那提婆达多追随如来很多年，是他最亲近的侍者，后来反叛的释迦牟尼佛。那提婆达多有三十二相吗？他只有三十相，少了二相。那这个比如说脚底有千佛轮像、哦、那个是不是烧一块铁把它印上去就变千佛轮了，脚会痛死了。那其实呢，如来的三十二相就是配合着天色身。好，那再跳下来，所以呢师尊讲说为什么，我这个是跳着讲了，为什么同门找师尊，都是说我要问事，问什么？问姻缘，就是看他的脸，他有没有天色身的姻，对不对？他的这个姿貌容貌里面占着几分的天色身，好、多少？这个是很微妙的，当然师尊也会神算的。所以这个有的人年纪大也会有姻缘来。漂亮的早就结婚了，那虽然讲说不漂亮的，他只好读书读到博士，这个不在话下。所以呢，最后这个结论就是天色身、人的色身、如来的三十二相，全部都是有因果的。你按照天色身去修，你就有天色身的因，自然合着天色身的果。你再配合修空性，这是密教殊胜的地方。好，那就是讲到天色身跟空性两个要配合修的一些道理了。哇，同门已经人生失败是好事。木一红就恩那令吴秀吉，好，那谢谢大家今天的这个读书会直播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有没有跟师尊学的很多呢？好，节目最后我们跟着卢师尊一起来唱南无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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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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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见佛了生死，如佛度一切。这部中弟子是莲花会君以及众大德弟子做回向，祈愿根本传上师，愿世尊常住世间，常转法轮，无住涅槃，佛体安康，一切度众的誓愿悉皆圆满吉祥。祈愿佛光助照世尊师母常住健康。回向所有参加读书会、看直播、看重播的大众，得到佛光助照，一切圆满，福慧圆满。我们以感恩的心做观想大礼拜，一拜世尊十方佛，嗡白光、阿红光、红蓝光，观想顶礼。三应二拜十方诸菩萨，嗡白光、阿红光、红蓝光，观想顶礼所有的菩萨。三应三拜护法金刚，嗡白光、阿红光、红蓝光，观想顶礼护法金刚。三应四平的稽首，礼敬十方圣贤。我们谢谢师尊，谢谢佛菩萨，谢谢大家，那护持这个读书会、莲花童子的聚会。那今天介绍了无形之通，师尊告诉我们如何观察自己是谁。师尊告诉我们，他喜欢失败两个字，原来是完全不执着。然后呢，知道自己，明白自己一无所有，才不会去执着外面的表象。密教智慧界呢，教导我们什么呢？去看修天色身、佛身，还有空性，人色身，那就是也要修自己的空性，也要修自己的色身，真空妙有，那非常的深奥，我们一起学习。谢谢大家的护持。真佛天空新闻台、真佛天空综合台、文宣队、莲花会君的脸书、YouTube、小红书、抖音，都欢迎大家给我们按赞、转贴、支持、分享。那今天的读书会直播又告一段落了，下礼拜一读书会直播我们继续，9:30台湾时间晚上9:30，我们不见不散。我们给世尊佛菩萨救命 ，I stay to yabi bling bling， 祝大家好睡好眠，给大家么么哒，好，拜拜。